来支持咱宋楚瑜最佳的利器哈。台下红包一个接一个往台上送，还有人直接递千元大钞，支持者小额捐款要挺宋楚瑜。面对彰化乡亲的热情，宋楚瑜用台语和乡亲把干净。听有无？有。我过去选新庙的时候，甲咱的乡亲报告，送的讲的好老话啊，讲袂好势是3-7块，但是伊的心意是100块。既在南投痛批马总统没政绩后，宋楚瑜依旧火力全开。马总统的两岸政策摇摇摆摆，我请马总统向我们台湾人的骄傲曾雅妮去请教请教。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马步先站稳，不要晃来晃去。该要审慎的时候，不要轻菜乱来。台师镇宋楚瑜批评马英九高高在上，也不关心台湾在全球安全存粮只有30%。另外，对于郝柏村影射有人爱中华民国是假的，宋楚瑜反击：爱中华民国不是国民党的专利，爱台湾也不是民进党专利，爱台湾和爱中华民国是所有台湾人共同的权利。一连两天，宋楚瑜在中部冲刺选情，抨击马英九不留情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